小心，隔墙有耳。不肉，什么时候上啊？哎呀，客官，您别急。踏遍千山看斜阳。少侠，要喝口茶不？二位客官慢用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吩咐便是。只是有一事不解，我此次内廷要这样热，出手相救，这次是什么情况？
那客官要去哪里？这竹林内杀气好重，恐怕血衣楼有埋伏。 今天可真是热闹！啊，毒娘子，这可惹不起呀！快快走吧！这里若是让人过去了，哼，你们知道有什么后果？是。 绝命伞可以对远处敌人造成伤害。 给你了，我去拿下水仙。让佛爷我来会会你。 少侠，请留步。总算让我找到你了。 总算让我找到你了！救命！救命啊！
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这里像是大战过一场。弟兄们，快拦住他！屋顶狭小，不如去院中。你们居然为了一张图谱给人害人，孟家与你们无怨无仇，为何下此手？别得意的太早，雪衣楼不会放过你的。该给我守住！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，竟敢管我血衣楼的闲事！见到孟怀楚，少侠留步。看来往上走就是后山了。春风散持续为周围的队友回复气血，追加天香一绝可以中断技能，瞬间回复大量气血。
救命啊！秦青三叠可以突进到目标身前，通过连按释放出全部三段打击，越到后面的打击伤害越高。别装神弄鬼的，弟兄们，让八荒弟子见识见识咱们影堂的手段。是。亲自来了结你，少废话，接招。Thank you.
弥陀佛，施主请留步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
君蝼蚁，难及我孟家冤魂。谁？真可怜，你的命还不如一张图谱。雪玲珑，你夺我图谱，杀我门人，今日我定将你碎尸万段。我好怕啊。我做鬼也不放。放心，图谱我会替你好好保管的。这又何必？什么人？你是燕南飞？正是在下。拿出来吧。图谱，你来阎王殿拿吧。宁愿死也不交出图谱吗？少侠，请来殿前一叙。